好，我要问今天问两个，一个是50年属虎的，什么颜色，身体怎么样？50年属老虎的是吧？哎，对。50年属老虎的，颜色是花斑虎。哎呀，你看你穿的这个衣服跟那个颜色，我看到那个老虎的颜色一模一样。真的？啊，你是不是很喜欢穿这个服装啊？哎呀，谢谢，就是那个花斑虎啊，啊，身上有灵性了。嗯，是50年的虎是吗？对。在哪里？那个。在脖子上。脖子上。啊。腰上有吗？有。腿上都有，腿上都有。嗯，喂，应该怎么办？啊，对，应该你让他，首先叫他白天呐、啊，多晒太阳。我看他身上还缺维他命 D 呢。他关节都会响的。这样的。你有人帮你记的，有人帮你记住的，没关系的，好吧？嗯。谢谢。那我要念。什么？我要给我爸爸念多少小房子？你给你爸爸是吧？对。给你爸爸念78章，好吗？你爸爸脾气很坏，厉害的不得了，对不对呀？倔的不得了。性子很倔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叫你爸爸当心啊，叫他少吃东西，晚上要吃的少一点。他晚上吃的太多，而且他睡觉睡得很晚。为什么呢？他看看电视会睡着，睡着之后呢又会醒了继续看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他身体很不好。嗯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这个。嗯，讲吧。那我每天要给他念什么经？你每天给他念往生咒49遍。好，他接下来要念什么？其他的没有什么，心经吧。好，好吧，谢谢。好了。他还问97年的牛是什么颜色，学业怎么样？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哦，小孩子还在读书是吧？对。嗯，我告诉你，他读书会很好的。真的？读书会很好，但是现在还不够用功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实际上你叫他做其他的事情，他一做就会做了。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孩子不要太担心，因为他小的时候他很聪明，但是他不用功没有关系。但是呢他的天资聪明台长看得到了，但是这个孩子属于天资聪明，他以后成绩一定会很好的，你放心好了。那我谢谢。少让他吃活鱼就好了。我已经让他放生然后不吃鱼了。哎，因为你们知道活鱼这个鱼籽啊，还有鱼的那个鱼的里面的那个肉啊，会产生一种磷和铁，会让人的智商降低的。所以你去看天天吃活鱼的人，脑子慢慢时间长就不是太好使，明白了吗？哦，知道。那我应该给他念经吗？我觉得你应该给他念经。每天给他念心经，再给他念准提神咒。这个咒是心想事成的，是菩萨的经文，很短的，天天念一定心想事成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了，谢谢。